欢迎大家收睇 Miss Building Hong Kong 决赛，有请我哋今届 Miss Building Hong Kong 嘅最后四强参赛者。介绍翻先，呢位靓仔就系我哋今日嘅评判啦。有请一号佳丽有浅见出场，有浅见追求空间感，所以嗜好系大量浅见。非法浅见，天怒人怨。有请二号佳丽欠保养出场，欠保养嘅志愿就系悭得就悭，由头到脚都系悭得就悭噶。唔做维修，实会飞收啊！有请三号佳丽常改动出场，常改动喜爱形象百变，所以成日都改动结构噶，胡乱改动逃生无路啊！好啦，有请最后一位佳丽勤维修。勤维修认为结构安全最重要，所以经常都定期检查维修，保持身体健康形态噶。定期维修，生活安康。今届 Miss Building Hong Kong 嘅结果就系做足安全、健康十足嘅勤维修，得到人人齐心维护我哋，先可以安居乐业啫。真系多谢所有业主支持啊！